强的宠物，不如就在手中。苗苗火花和水蓝蓝都是我最好的伙伴，一起探险并肩战斗，绝不怕苦轮和恩佐，拥抱在魔法时刻，勇气能开出花朵，相信天空一定有彩虹。我是勇敢的可巨石一阵二。哎呦，睡觉好累呀、啊！哎呦，我也一样累，来回搬运了十趟，才把受伤宠物都送去医院。哎呦，我快不行了！我也支撑不住了。哦呦，你们怎么都睡着了啊？哎呦，孩子们快起来，有香浓花草茶和好吃的包子呀。嗯，大家吃吧。不用急，厨房里还多着呢。总算活过来了，只要一切平安就好。对呀、啊，反正石像已经被打败了。石像并没有被打败，他们只是暂时停止了活动。啊！你们还记得我有一份关于石像秘密的报告吗？前两天被人偷走了。我一直在研究草属性宠物和草原环境，对草原上的石像也花了大力气进行考察。我发现那些石像下面存在着强大的魔法能量，如果石像现在这样失去控制，一定也会影响到被埋藏的魔法能量，令草原陷入危险。那么盗走报告的人，对方一定也知道这个秘密呀、啊、好可怕，草原会被毁灭的。放心，没那么夸张，有洛克师兄在，一定能抓到小偷，然后我们就虽然我能保护大家，可我不会拳击啊。其实我们有完了完了，安静，你们总算能听我说话了，孩子们，其实我们已经寻找到能够克制能量异动的魔法阵了。罗兰奶奶，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赶快布置魔法阵吧。这就是我烦恼的地方，在我布置魔法阵的期间，要是石像再来袭击，谁保护草原上的宠物们呢？罗兰奶奶，你可别忘了，我可是最乐于助人的未来大魔法师洛克，就交给我吧。没错，就交给我们吧，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里尔，你是新生，不能去。不要啊。菲尔特，咱们再去会会那些石像吧。不要啊。出发喽。希望一切顺利。洛克，怎么了？刚才有一只怪火鸟经过石像旁边。哦，没事没事。洛克，蹦蹦种子竟然从石像身上跳过去了。哎呀，那就让他去吧。洛，又怎么了，菲尔特？是什么呀？洛克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回魔法学院把草原的情况报告给格林芬院长吧。来不及了，这里是通往野外研究院的必经路口，我去挡住石像，你去找格林芬院长。你这个又大又笨的石像，过来这边啊。来了，过来呀，大笨象。又大又笨的大笨象。喂，大笨象，不许你去骚扰罗兰奶奶。动作好慢呐、啊、你该减肥了。丁梦。
洛克、迪莫，我把你们的战斗拍下来，要注意安全呢。哈哈，那你要把我拍得帅气点哦。魔法图鉴为我解析石像的资料。什么？原来他也是宠物？玛雅石像鬼有强大的防御能力，绝招是不松口、坚土守护和车裂。哼，看来的确是难对付的家伙。不过，迪莫，光芒护盾！迪莫！啊！迪莫，闪电冲击！迪莫！就是现在，迪莫，光轮炮！迪莫！石像鬼最大的优点是防御度高，我只能尽量消耗他的精力，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当头痛击。啊，太好了！刚才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和迪莫了。嘿，你对我有多没信心啊？小屁孩们，别得意的太早。黑衣人，之前看到的黑影果然不是错觉，又是你们在搞鬼。我们奉恩佐大人的命令来赶走碍事的家伙。让石像到处伤害宠物的就是你们吧？我们只是把恩佐大人赐予的迷魂药水给石像轻轻洒上几滴，没想到他们还挺厉害的。我是大哥，让我来说。识趣的话，快叫老太太把没写完的报告交出来。凭什么？你看，重要就像是受到外来控制。关键地方竟然没了，你能体会这种感受吗？你没试过追看一本故事书，看到最后却发现结局那一页被撕走了，这完全是欺骗感情啊！谁也别想通过这里，我们继续战斗吧。来就来，我是大哥，这次让我上。老是你们出风头，这次也让我威风一下嘛。给我不准你们抢，这是我的。大哥，就给我出一次风头吧。给我大哥，咋了？恩佐大人赐的药水这次馊了。有本事你们别跑，等我们取了新的药水再来战。大哥，你们等着瞧。完成了。这是干什么呀，洛克？挖陷阱啊。玛雅石像鬼会飞，陷阱对他们没有作用。但是鸡牛部队不会飞呀，这里全靠你了。等等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呀，不要！我得把鸡牛部队的阴谋通知罗兰奶奶，我们快去快回的。不行啊，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啊！菲尔特，你和水兰兰绝对能应付的，你要相信自己。不行，相信水兰兰，加油，菲尔特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水兰兰，咱们要勇敢。对，要勇敢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小屁孩，你麻烦大了。你这次麻烦了。够了，别笑。小屁孩，你这次死定了。你们不是那个？你真的以为我们打破了药水回去取新的了吗？骗你的！这叫调虎离山之计。洛克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们真的很卑鄙。接下来就剩你一个，那就好办多了。石像鬼，快攻击！到底放在哪里了呢？里尔，这孩子跑哪儿去了？喵喵，看来我只好自己。
地震了，地震喽！罗拉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冰吗？不要紧，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？原来一切都是恩佐和他的手下金牛部队在搞鬼，他们是用迷魂药水控制了石像。那里尔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现在我们必须尽快把魔法阵制作出来，能不能保护这片草原就看你们的了。没问题。OK， 我们开始吧。远古的传说，是否有人去证明？沉睡的精灵记忆，什么时候苏醒？不要犹豫，鼓起勇气，朝着梦想飞奔而去。深重世界的正义魔力在你心里。探险路上跌跌撞撞，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。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，希望在等着你。